俗话说得好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兔子看到泪汪汪。今天捞个兔子，这两天只将那个只将兔吃一半手，先把那个洗一半手。兔子我们给它砍成小丁丁啊，不要砍大了。砍好的兔丁，我们再给它洗一半手，快把水分给它挤干哦。盐来半手，葱姜来半手，料酒来半手，软的差不多了，再给它弄半手芡粉。起锅烧油，油烧的差不多了，给它炒一半手。火不要弄得太大，我把那兔子给它划散。差不多，给它捞一半手。把我们的紫姜、笋子、青红辣椒都给它切一半手。炒花椒来半手，蒜来半手，鸡盐豆瓣来半手。少给它倒点清水下去啊！兔子下来半手，紫姜来半手，青辣椒来半手。起锅，来紫菜半手，哇！这个味道真的不摆啊！你边说边咽口水子。味道相当巴适，关键老三，我做一个集中题，小伙伴们在屋里弄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弄饭哦。我今天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弄饭，哎，不用不用。